有着178年历史的七股龙山宫，19号上午举办联合挂匾改牌仪式。感谢所有对贵猫年祭典提供帮助的人士。同时，庙方也发表一本纪念专册，记录建造科仪相关内容。现场来了真侪贵宾，场面非常热闹。有着178年历史的七股龙山宫，是当地渔民的信仰中心。其中建造大典更是地方的一大盛事。为了要感谢所有帮助桂茂林桥顶顺利完成的人士，庙方伫19号上午特别举办联合挂桥牌仪式，会当看到一位贵宾拢到场参与，庆祝这个圆满的时刻。一冬6个月建造委员会已经完成，今仔是圆满结束，啊，甲迄个一挂牌啊挂挂去，啊，甲参与那个清华的人、赞助的人的名，拢刻伫迄个。咱的九龙，迄个王，迄个古吼古太祖遐，啊，搁一本册。此处除了蒋经总统蔡英文所属的牌匾挂起哩，也发行一本龙山宫新建纪念专辑，完整记录建筑科仪相关内容。而主委也特别介绍这本册的特别之处。很难得，这是阮庙100年来，吼、哦，内面所有的记录，包括伊的严格，啊，这本册较特别嘞。这两个封面是用镭射做的，哦，这镭射因为目前都还蛮贵的。这两本封面啊，一般正常可能10块，啊，阮这两封面可能要60块左右，所以蛮漂亮的。啊，经过啊，阮内面的编辑做了一冬，所以完成这本册，其实是不容易的。伫结拜仪式了，庙方也准备丰富的餐点，也即现场共同欢庆，现场气氛非常热烈。李庙方除了向大家表达感谢，也希望透过册本会当予大家对龙山宫的历史文化有更加深入的认识。记者沈梦怡，七股区采访报道。